为了提供高效而且耐用的平台， GetBytes 推出 GAFEA85XUP4 主机版，采用 FM2 处理器系列中最高阶的 A85X 晶片组，更加入数位供电引擎和 On-Off Charge 等功能，支援 AMD Infinity 和 Dual Graphics 技术，为用家打造高阶电脑平台。GetBytes GAFEA85XUP4 采用 ATX 尺寸设计，选用 A85X 晶片组，支援 AMD Sockets FM2 处理器。主机版采用6+2双供电模组，设有4组 DDR3 记忆体插槽，支援双通道 DDR3-1333、1600和1866记忆体频宽，最大支援64GB 记忆体容量，同时亦提供 AMP 和 XMP 记忆体设定档功能，方便用家设置记忆体。主机版提供 D10、DVI-D、HDMI 和 DisplayPort 接口，配合 AMD Infinity 技术，用家可设定至最高3屏幕输出，令画面显示的影像更大更阔。而且 DVI-D 接口亦提供 Dual Link DVI 功能，最大提供2560×1600高解析度输出，满足部分超高解像显示屏的用家。主机版设有3组 PCIe-X16、3组 PCIe-X1 和1组 PCI 插槽，支援多卡 Crossfire 运算，更可以同设有内显核心的处理器进行 Dual Graphics 技术运算，提升系统的 3D 显示能力。而且支援 LUCI Universal MVP， 能够在内显和绘图卡之间切换，配合不同工作和需要。A85X 原生提供8组 SATA 6Gbps 接口， GAFEA85XUP4 其中7组 SATA 设于主机版晶片组旁边，支援 V0、1、5或者10的制式。另外将1组 SATA 界面设置成 E SATA 6Gbps， 同时 A85X 为主机版提供4组 USB 3.0 和10组 USB 2.0 接口。另外为了增加 USB 3.0 接口，主机版加入了一粒 Atron EJ168 晶片，额外提供两组 USB 3.0 接口，以应付日后需要。主机版设有 On-Off Charge 功能，能够令电脑在待命、休眠或者关机情况下提供足够电力充电，而电流输出上限亦会比一般情况下高，代表用家能够以更短时间为行动装置充电。主机版采用 Realtek ALC892 晶片组，最高支援 7.1 星度输出，设有 SPDIF 光纤输出接口。网络界面方面则采用 Realtek 8111F 晶片，提供一组 1000Gbps 网络连接埠。而主机版下方亦设有一组日常比较少见的安全加密模组 TPM 接口，能够用作加密等功能，整体功能全面。